很多人听到蓬莱这个地名，都会疑惑地以为跟中国古书中的传说蓬莱仙山有关系。但是在苗栗南庄乡有个蓬莱村，跟这些都没有任何的关系，却都有美丽的意思。今天是星期假日，学校的学生却还在操场顶着烈日，一遍一遍地练习着赛夏族的祭典歌曲与舞步。而这其中的学生，有的是赛夏族，也有的是客家人。这群孩子与大人正在为巡回表演加紧练习。这些赛夏曲目的指导统筹是学校校长，但是他居然是汉人。是有机缘的，因为本身在东云文教基金会他这边一个挹注之下，我们在做比较完整的一个传习活动。然后这个传习活动因为也延续了将近2到3年的时间，然后小朋友其实在这个方面也有很多的一个想法，然后我也跟小朋友有做一些讨论，跟老师做一些讨论，基本上我们也是想说能够把文化在舞台上面呈现带出去，让国人多一些的国人认识我们赛夏的文化，然后再来也能够让赛夏族群自己本身有一个更多更好的一个自信心的产生，然后让他们其实把整个文化部分落实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校长虽然不是赛夏族人，但是他任职以来融入当地族群文化，学习赛夏事物，赢得当地居民的尊重，也会说出一些简易的族语，甚至是另一位表演指导老师也是一位汉人。那我会发现说孩子们就是对于这个是他们本来的东西会吸收得很快，那在我教学的过程中，我就觉得说孩子很快就能够融入他们自己的东西，所以就是教起来其实还蛮顺利的。可能就是因为是加入比较现代舞的元素在里头，可能就会变成说妈妈们可能年纪也比较大了，然后就是有些蹲的跪的动作就没有办法，可是我发现他们都很尽量去克服，他们的那个凝聚力还蛮强的，所以他们会自己自我要求，所以这个部分是还令我蛮感动的。这样透过这一次的巡回表演，给学生的不只是赛夏祭典文化的学习，每首祭典歌谣已经牢记在他们的脑海，无形中打下了文化传承的基础，以后孩子们长大了之后，自己能够在祭典中踩着祖先的步伐，自信地唱出自己的歌谣。更重要的是，透过舞台的表演，让孩子建立自信心。而在这次的练习过程中，关于祭典歌谣的指导，有个人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那就是潘三妹老师。她本身为了赛夏文化的教育，数十年来一直不曾松懈过。好，三，好，那开始了。你们那天穿的还没有穿好的举手，重新绑好这个。民族教育一直是蓬莱国小的重要政策，教育的内容包括赛夏族的语言、歌谣技艺与传统生活技能。虽然学校也有其他族群的学生也都一起学习赛夏文化，而指导的老师则是聘请部落的耆老来担任，希望能在孩子的身上留下文化的种子。我们所谓的民族教育其实就针对很多原住民学校，他们是自发性的一个申请，像我们学校是以赛夏族群为主，所以我们基于整个赛夏族群它是一个比较濒危的一个民族，所以我们在前任校长
饶顺庙饶校长他的带领之下，他们就先把这个计划申请下来。然后他申请下来之后，当然这个计划是一个有延续性的一个活动，基本上是针对整个赛夏族群的文化部分做一个课程的一个设计。同方向就对了，这个要进来出来，同个方向。对，因为这个绳子有一点会转来转去，有没有？就就地的泥巴，给它稍微这样抓一抓，它就不转来。为什么竹鸡喜欢走新路，知道吧？它想说这里一定有虫可以觅食啊，才会这样走走走走这样走过去，啊、哦！孩子们跟着耆老学做简易的陷阱，而耆老也会在这个时候传授有关猎物的习性与植物的认识，一点一滴开拓孩子们的山林知识。而负责导护的老师是远从花莲卓溪乡立山部落的泰鲁格族。因为我们蓬莱国小大概有70%以上都是赛夏族，所以因此我们就以赛夏族文化的课程然后为本体课程这样子然后进行，然后只是我们这边也有少部分的客家人，但我们就大家都一起学习文化这样子。嗯，其实刚开始接触觉得非常新鲜，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泰鲁格族，然后来到接触上赛夏族的课程，其实我每一次的上课我都比学生还认真，对，可是接触了2年的时间呢，大概有发现一些小小的问题，但是可是其实我们学校也都一直在想说该如何去解决，那就是耆老的人数，就是我们这边目前大概就以2位耆老，一位是潘三妹阿婆，然后再来就是日凡雄老师，对，因为耆老的专如果有更多的社区耆老能够进来的话，那其实我们学校的课程会变得非常的丰富。民族教育这个课程应该就是我们在地的地方的耆老，在地的赛夏族群的伙伴，是针对这个部分是最清楚的，所以我们也透过这样一个想法，然后就找到我们潘三妹潘老师，然后跟我们日凡雄日老师，他们其实就很乐意，他们地方上面他们算是耆老辈的，他们有一些老人家传给他们口述的一些观念想法跟一些很多的技能，他们在脑海里头都可以透过这样一个课程跟小朋友做一个教授，让小朋友能够学习到他们在地自己的文化。也许我们无法期望孩子们能够完全学会耆老的生活知识，因为欠缺的是生活经验，但是如果不做这样的教育课程，失去的将会更多。另一位指导老师潘三妹，从年轻开始致力文化传承，一手一指编织赛夏的传承愿景，要把我们赛夏族的你看小朋友带起来，要把我们的文化就是像传承嘛，让他们知道我们有赛夏有什么文化，其实是很辛苦的，尤其小朋友他们不会讲母语，你看我们的赛夏族不是像阿美族或泰雅族音乐一放哦就可以了，就这样可以唱，啊，我们赛夏族的我们其实我们的歌很少，创作的歌也很少，祭歌我们也不能随便拿出去表演哦，就像《Pastai Elinji》的祭歌，那我们在训练的时候教唱的时候是老师来在旁边协助，尤其校长啊主任他们班导老师都那么用心，那我能说不去那个支持去一起那个帮协助他们吗？那就会很感动嘛，所以再忙再累我都会去那个协助帮忙他们。文化传承的路是辛苦的，我们从潘老师的作品中看到的是希望。
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故事，不管是地名、景色或是美食，有些流传在人们的口中、眼睛或是记忆，有些是被遗忘了。来到南庄，大家印象所及就是逛逛老街，品尝客家美食，却很少人记起百年前发生的南庄事件。我们在现在这个场地是南庄国中，而南庄国中呢，就是这个地方呢，就是以前我们那个南庄事件啊，后来因为日本人就是没有办法把我们这个原住民扑杀嘛，完全扑杀，然后实力很坚强，后来他们就用诱杀的，用诱杀的，包括泰雅族、塞夏族全部都被都骗出来了之后呢，就在集体这样用扫射的，扫射之后呢，就死了很多原住民跟泰雅族的，在这个地方呢，因为原住民都鸟兽散，就是我们客家人呢，就把那个原住民的尸体这样捡起来，做成一堆埋成一堆忠魂。这个事件发生于西元1902年，台湾总督府为了获得竹苗一带山区的樟脑资源，不惜以优势武力介入，原住民族既有的生存空间与生产结构，扭转原住民过往对祖灵赐予之山林原野土地的拥有与使用习惯。日人至台后，对原住民地区开发政策的调整，也就是不承认原住民土地私有权，难以置身事外的南庄塞夏族人，其命运因此有戏剧性的改变。因为樟脑开发权限的归属成为南庄事件的导火线，而当时的领导人日阿拐为了捍卫族人生存权，联合泰雅族与汉人抗日，最后失败，被日军诱捕而死。有关日阿拐这个故事呢，严格来讲在部落里面对他有功也有贬，但是以站在我自己的我们自己思维模式，是站在他那个年代是蛮在佩服他这个我们的那个算是悲剧英雄，严格来算是悲剧英雄，也是我们塞夏族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领导了。在那个年代在生活上他是蛮照顾塞夏族的，然后在因为他有这个本事，然后在做那些樟脑的利益，他不是说我都利益是分享给大家的，有钱大家赚啊，然后因为这个利益是非常庞大的一个这一块大饼，但是你日本政府来之后就是会对这个比较强夺了啊，他大家就不可能，就引发了南庄事件。引发南庄事件呢，其实阿拐在这个地方呢受过那种不平等待遇啊，除了在樟脑利之外，当然他一号召之下，大家那个怨气就全部起来了，就起来就对日本政府，就在也刚好就在这个地方，南庄事件就是在这个地方就真的爆发起来了。这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在这现今被许多普世价值淹没的历史之中，是不是有存在着一些可以反面去思考的东西及事物？是不是我们长久以来对某些历史的解读是不太正确的？原住民在这块土地上已经比许多号称本省人的汉人都扎根已久，也始终都在政权的转移之下求生存。历史往往是偏颇的，历史的主观立场也往往是随着当局改变的。而我们活在自由之世的台湾，应该学着知道其他族群在这个土地发生的事情。塞夏族有数千人，是台湾原住民族中少数的族群，但是如果你有塞夏族的朋友，会发现一件让人感觉有趣的事情，那就是族群的姓氏很特别。在塞夏族的姓氏中都是跟大自然或植物有关系，而这些姓氏都有特别的故事，我们就一起来长知识吧。矮林他会下来呢，也是我们的天神了，他会下凡来，他就是因为塞夏族那时候人快几乎快灭绝了，你知道吗？他就下凡来，这是他的工作之一了。我们那个答案呢，就带着这个
赛夏族人就说，来看看这棵神树呢，这棵生命树呢，其他的是各族群的，这个枝干出来是你们赛夏族啊，你比较高，你去把它拉下来算一算，你们是不是里面是不是十三朵花，十三朵花就是你们赛夏族的原来十三个姓氏，十三个姓氏里面呢啊，你们都有姓氏，你们都忘了，所以啊，你们就会有近亲通婚的那个啊，记着你们自己有你们的姓氏啊，不管是各姓氏，你们只要通婚啊，小孩子都会非常健康。听了五茂老师的说明，我们大概对于赛夏族姓氏的由来有了初步的认识，但是五茂老师还是决定要带我们直接找一棵树来说故事。这一棵叫琼树哈，这棵叫琼树呢，在我们赛夏语里面它叫阿菲尔，国语叫做姓琼了，草字头的工字琼啊，这个跟赛夏这个姓名有关呢啊，这个就有一则故事了哈。这个阿菲尔呢，过去在赛夏族里面啊，叫塞纳阿菲尔的人哈，这个家族呢，他的人口非常的多哈，而且人都长得怎样，俊男美女啊，然后这种。叫阿瑟住在这里的人呢，他是有一个不可告人的一种秘密，但不是不好的啦，就是跟这棵树阿瑟有没有哈有一个关系。他们就是为什么会他们的人非常多呢？而且他们是受了这棵阿瑟的神树在保佑庇佑哈，所以他们的人类非常的多，而且都非常健康健壮，不容易生病。赛夏族有多少？6430几位，分布在哪里？我们现在站的苗栗县的南庄乡，还有隔壁的什么斯坛乡，再来就是什么新竹县的五峰乡，哦，这几个地方就是我们赛夏族比较怎么样传统的聚落，哦，聚落哦。蓬莱村赛夏族与客家人的人口比例，早期大约是赛夏族40%，客家人60%，但是现在。大约各占50%。我们好奇地问：是客家人迁出外移的人口变多了吗？有人说并不是，是因为赛夏族从山上迁下山的变多了。不管真实情形如何，我们也观察到，这个部落是族群非常融合的地方，许多族人也能讲出流利的客家语，大家交流的情形融洽。大家也不分族群，一起为这个部落的发展而合作努力。那蓬莱社区，这个地方呢，人口呢是大概1000个人左右，常住在这边。那目前居住的有客家族跟我们的赛夏族。在蓬莱社区来讲，客家人跟原住民的相处是非常融合的。所以我们算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比方说我们赛夏族的朋友，有自己的风俗习惯，有自己的祭典，那我们客家人也有自己的信仰，也有自己的祭典。那这边呢是现在居住呢是客家人大概一半，赛夏族朋友也是一半。蓬莱村并没有大宗的农特产品为主要产业，因此利用优势的地理环境发展出一套观光旅游产业。在其他部落，我们会发现观光旅游的经济利益往往掌握在汉人手中，但是在这里，不管是赛夏族群或是客家人，往往是相辅相成，各自的族群文化合作成多元族群的利益，甚至许多年轻人就一直留在部落打拼，都能创造出一片天地。其实我们这个八卦力部落里面居住的赛夏族的族人会比较多一点，所以我们这个地名又叫做嘎嘎万部落。在我们八卦力部落在民国80年的时候，有跟南庄乡政府辅导
做一些精致农业哈，我们这里是属于最早期做一些原住民的民宿。哦，所谓的以前的民宿是，就是居家里面有空的房子哦，然后就是给游客进来住哦。当时经营的时候是我的父亲那一辈啊，完全就是由乡公所来辅导我们居民部落的居民在做精致农业的部分。你们今天有住南庄吗？不是敲瓦，你们是敲木头。你们晚上有在这里订民宿吗？没有。可是你们要打到明天下午哎，这样子。下一个。后来我们部落的年轻人回来之后，我们嘎嘎万，我们就重新用我们赛夏族的名字，哦，再来把我们部落一些休闲观光，还有一些舞蹈，还有一些，导览解说或者手工艺品，哦，重新的整合，再介绍给，我们台湾的各位游客哦。八卦力部落的发展过程也经历过高低起伏，若不是凯琳极力思考并且改变经营模式，这里也就不会有新的荣景出现。在他的眼中也展露了自信心，在客人表情上是满意的笑容。蓬莱部落缺乏主要的农特产品，因此观光旅游就成了很重要的产业。在观光导览上，族群文化与自然生态成为了重要的资源。蓬莱溪是过去当地居民共同的生活记忆，如今成为深度旅游的选择。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风溪护渔的措施呢？实际上呢，其实我小时候呢，很常到这个溪流上面来玩。玩的时候呢，我只要用妈妈呢缝衣服用的线呢，好，然后钓上鱼饵呢，我就可以钓起鱼来了。那时候的鱼非常的多，那大家都知道这个地方是可以适合来烤肉啊、钓鱼的地方，就很多的游客呢就蜂拥到这边来。就那短短的几年的时间呢，这条溪呢变得非常的脏，而且都像是一潭死水一样。对，那我们居民呢看到这样子呢哈，满溪流的周边呢都是垃圾，然后呢也制造了很多的这种不好的味道，脏乱这样，所以呢才有一些我们在地比较热心的人士想到说来主导这样子的一个风溪护渔的措施。生态环保意识的抬头，促进了健康休闲模式的兴起，远离都市的游客走进绿意生气的大自然。大自然的季节变化会带来生态破坏与重建，蓬莱溪也在风灾中历经了破坏与重生。那这个蓬莱溪自然生态园区呢，全长原本有2.4公里。好，那因为我们2013年呢有一个苏力台风的重创之后呢，目前的步道呢只剩下1.6公里。对，1.6公里。那实际上呢，在护渔的这一部分呢，我们花了很大的力气，也达到居民的一个共识之后呢，才有这样的一个成果。自然景观是上天赐给人们的礼物，人们无需用金钱购买，却必须用心去体会与保护，才能获得美好的喜悦。蓬莱社区除了观光旅游外，也运用赛夏族群文化的特色，建立文化行销的方式，让来蓬莱社区的朋友能够有深度旅游的收获。105年的计划里面，就是说把赛夏族的手工艺文化提升，让他们其实以前不会的。那因为我们计划里面有编织课，有藤编，有布编，有地织，有桌上机。所以呢，他们编织出来的产品，就像我身上带的这个产品，加上藤编，那将来呢就会成了一个产品。那因为这些手工艺啊，原来是阿公阿婆都会做的，但是后来就已经慢慢的就失传了。那失传了以后呢，我们社区呢就扮演一个角色，把计划写好，那么劳动部的支持，那让他们年轻人回到乡下。那现在是由我们的村长，就潘三妹老师来教他们，
那希望我们教的这几位五位六位，将来我们这社区呢就有六位老师。兴趣啊。兴趣啊。嗯。以前会做吗？还是来这边才学的？来这边才学的。他自己学的心得就觉得怎么样？嗯，学得不错啊。学得不错。嗯。手工艺品的价值在于文化内涵的深度与用心精致的手工技术。在部落耆老的指导下，这些年轻人用时间累积经验，把赛夏族编织技术转换成生活经济的来源，这正是部落族群文化的蜕变。这些产品哦，它要研发它制造的型啊，以及它将来怎么使用。他希望这个藤编不光是观赏用，啊，可以实际上可以使用。这就是我们现在社区在做这种事情。那么潘老师他有时间就会过来指导，啊，指导他们以后将来学会了，他们就是潘老师的学生。但是在别人游客或学生前面，他们就变成老师了。曾经他为了学习更好的厨艺远离家乡，最后取得了中餐与西餐的厨师证照。然而他因为父亲的期望，放弃了在外大好的发展机会，回到部落。因为我职业军人退下来，然后找工作有点不稳定，想说去碰碰厨师这个行业看看。一年多前，他从都市回到部落，对于许多曾经在外面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原住民年轻人而言，回到原乡生活工作，往往是一个重大的决定。刚好我父亲又退休回来自己的老家，然后养殖，所以说我才去考厨师证照、丙级执照，然后回来这边经营这个餐厅。这个位于蓬莱村某一处山顶上的餐厅，取名为桃花谷。宁静的环境，过去主要是渔业养殖场。这个位置距离蓬莱村的主要市集有一段距离。餐厅是当初是有开的，有开几年了，就开来开就半途而废，就是他们就再出去学一些那个厨艺在外面。后来他是去年他说我要回来了，重新再经营的店里。我说我也看你们年轻人了，我也是老了啦，哦，这指导就是你们年轻人的这个前途了，是做得好做得坏是要看你们自己的。是我自己是喜欢这个行业，我才会回来去协助父亲，因为毕竟他是养殖业。然后回来之后，客人也是反映说，为什么你养殖没有餐厅？就被客人讲这句话，所以说我们在盖餐厅，餐厅一定经营起来一定要一个厨师，所以说刚好我有执照，就回来这边经营。然后第二点，顺便就是照顾父亲、母亲，哦，这边 stand by， 万一他生病之类的啊，我也可以送他去看医生啊，哦，一举两得都 OK， 就这样子。那时候我也没有想到我弟弟要回来啊。那回来的时候你觉得？我觉得也是，我也是很轻松啊，然后一方面可以照顾老人家，他回来的话，用兄弟来经营也不错，哦。部落与都市的生活本来就有极大的落差，不管是生活的步调、物质的舒适，还是休闲娱乐，有些族人因为从都市回到原乡的不适应，开始有消极的态度，
这些都需要克服与度过。你回来有没有什么不适应的地方？不适应的地方有，一定有的，因为在都市里面待久了，比如说啊，我没有第四台可以看，哦，看不到电影，然后没有冷气可以吹，我要出去外面，哦，太远了，太远了。出去外面也一定要交通工具，然后外面又太热，然后在这个地方虽然是很凉，可是很无聊。你起码要半年以上，一定才会有适应那种感觉。你会回来，你开心吗？他现在目前他压力也是蛮重的啦，因为刚刚起头来讲啊，大家都是。也是还很累了，哦，这样啊。我希望说你们年轻人啊，把爸爸这样子的基础打进去来讲啊，我希望你们都把这个基础啊传承下去。在初夏的季节里，都市仍然忙碌着，人们开始感觉气温的上升。有人在网络上 po 了一张照片，简单的注明说南庄蓬莱村的绣球花开了。这个简单的网络消息就把整路绣球花墙的山林塞满了人潮与车潮，游客兴奋地与花海合影。这花海却是一位赛夏族的年轻人所种的，这个年轻人却是开餐厅的。不好了，这样不好啊，很累，不好玩。那以前我开古班这样子来回6个小时，我今天开3个半小时。是啊。啊，辛苦了，辛苦了。我回来就是跟着他一起做，我父亲养鱼养，今年第33年，对对。很多游客上山，他就觉得说我们这边环境又不错，然后养殖的鱼又感觉就很健康，水头又无污染。他说：“老板，帮我煮个鱼汤好不好？”对，然后就很多客人在建议说你可以做吃的，对，慢慢的，哎，就开始做餐厅这样子，对啊。大概退伍第二年，就真正的回来接爸爸的工作这样。自己觉得在山上工作这样习惯，一刚开始回来，这样不习惯啊，不习惯，没办法。对啊，都一直想跑，每天忙完车子一发就出去，很多游客从台北啦、台中啦来这边吃饭就聊天啊，聊完晚上我也在台北、台中嘛，就一样出门嘛。对啊，早上再回来这样子。那什么原因让你觉得你？慢慢适应，而且喜欢在这个地方。可能就年纪也是年纪有了，然后也结婚生子有小孩，觉得回到自己故乡哦，就是那份情感嘛，就是我是觉得到一定的年纪才会有那种感觉，年轻不会有，到年纪大了，你就会觉得说，哎，这才是我的家。这片令人惊艳的绣球花海，是当初阿甘的母亲说很喜欢这种花，于是他就在通往餐厅的路上种满。没想到几年后开出来的花朵，变成了另一种美丽的景象。很多游客前来，只是为了欣赏这样的美景，而不是来享受阿甘的美食。而他除了经营餐厅外，另外一个他的成功事业就是露营区。我们一般你根本不会去想要接触它，因为当时我们这边并没有任何一家露营区。对，有一群露营客在别的地方露完营到我家，哎，吃饱了，他就问我，哎，小潘，附近有没有可以走路的地方？吃太饱，而且山脚下很热，
想在附近走一下，消化完再下山。我说山上，他们就走，上到我的就是现在的营地那个位置。他就问我说：“哎、欸，有一个大池塘那边的地是谁的？”我说：“那是我。”他说：“你的？哇、哦，那边很适合做露营区，你知不知道？”大约20年前，客人的一句话，让他与父亲思考可能性。当初台湾的露营风气并还没有开始起来，蓬莱村也都没有露营区，已经有寻龙鱼养殖场和一间餐厅在经营。露营区到底能做得下去吗？他说：“你一定可以做，没有人露，我如果你开了，我一个月跟你露一次。”当然就是玩笑话了，就是非常鼓励我们呐、啊。那时候我就提了这个露营地的一个计划给我爸，他说我们根本不知道，沿路来也没看到什么露营区嘛。啊，他就觉得说我投资这么大的金额，到底对还是错？所以我们的意思就一说再说，说到现在，啊，只有各三间而已这样。那时候做了大概整个弄到好大概七八十万，对，就是做好一样专照的，都客嘛，都来过的，鼓励的很多啦，就是不会有什么闲啊，什么都不会啊，就因为这样子越来越做越好，越做越有兴趣，对，就后来又再开发第二块营地。社会在改变，族人要懂得改变土地使用的方式。土地是部落最丰富的资源，善用土地，保护土地，会让人得到回馈。也许你会觉得他很眼熟，没错，他就是原住民的知名艺人道武斯。他不是回来帮忙家务事，而是放弃了艺人的工作，离开表演的舞台，回到他的部落，重新建立他的人生舞台。道武斯回来高不高兴？高兴得不得了。为什么？以前他在平地，你都我不太喜欢了。我将进来就要留言了，真的，因为没有小孩跟我在一起，我们一个人都在山上，我一直背了皮草筋，就是坐骨神经就已经就发作了，然后就开刀。其实我他的姐姐讲过了，你要不要回来？我不好意思，姐姐家就去了嘛。说你，我也没有讲什么，我没有强迫他回来，让他看他怎么去想。你年纪差不多大了，你会想，你自己会想。然后呢，开刀，我是什么时候开刀了？哦，去年。去年开刀，那是十年底了。对呀、啊，年底。可是老了开刀真的不行。然后开好了之后，真的回来了。2016年初，他决定放弃了在荧光幕的舞台，回到蓬莱村的老家。这个决定确实是让人惊讶不已。过去，他从电视台的幕后工作人员转为镜头前的艺人，担任各类型节目的演员、主持人，选择退出这样的舞台，他的内心也犹豫纠结过，因为家人，因为母亲，也因为他有一天看到家里土地的杂草长得比人高，他就决定了。说实在，我回来最主要原因是我妈妈。我妈开刀之后，
总要有人照顾啊。那我妈没开刀之前，她是一个礼拜都会到台北两天或三天。那我觉得让她这样跑来跑去，我也觉得老人家累。然后我本来是当时心态，我是希望我可以存到一笔钱，然后一次把这边的地，独居地把这一层干干净净。可是我这一次回来，就想说，哎，我没有一直没有跟土地互动，你就会觉得这个地好像没有生气。那我这样子一点一点这样子整理下来，我就觉得很真的，很真，而且很踏实。在外面的生活跟回到山上的生活，天壤之别，完全不一样。他已经太习惯了都市，甚至是荧光幕前的生活。当初回来的前几个月，身心的不适应看在母亲眼里，甚至没有把握这个儿子是否真的能够留在部落里生活，更没有把握他能在部落里能做出什么。那我当然就是刚开始就是回来大概有两天，我就往外面跑。不止哦，什么？每天晚上没有每天啊？不，我跟你讲，回来将近是一个月哦。妈，我出去一下，同学就好。第一个月都是这样。然后你第一个月去哦，妈，我早上我等一下起来哦，我就去买东西喽。哦，出去，真的待不住啊！用这个话，我完全待不住，就是因为我不懂啊，务农的东西。我出很多的东西，有没有好东西？排骨啊，什么什么什么，都是很好的东西啊，吃你们。因为在平地没有这个是不行啊，连都八周就回来呀、啊，可能是应酬喝酒啦，什么都有吗？哦，完了完了，不行，这个没办法。你回来真的是每天都住在山上的时候，我觉得我才可以感受到他，我妈妈真的很孤独啊。然后我一个人，你看那个山，它永远就是山，就是它不会变，然后也没有什么。什么很方便的，什么 Seven 啊，那个便利商店什么都没有。然后我就越觉得妈妈真的很伟大，真的她是为了我而守护这个家。道斯的表哥是一位音乐人，也是表演经验丰富的艺人。当他得知道斯决定回到部落的时候，以为只是开开玩笑，没想到是真的。那突然这一段时间以后，他就说要到山上来。之后我才慢慢了解，他第一个就是最主要是陪伴他年老的母亲。所以我对他是非常感动，尤其他对妈妈的一个孝心，他自始至终毅然决然地把外面都市那么丰厚的一个薪资，又加上那么能够能见度那么高，而且可能享有这种名利的，可能享有知名度的，他都抛开一切，毅然决然回到自己的山上。我相信他的未来，从这一个开垦，是用自己的一双手，不会白白的过去。所以在这里我要祝福他啊，能够与这山林的祖灵结合在一起。这几年我发现好几个，比方说像根智兴，他也是说要回来回乡部落来做，也可以照顾到自己的老人家、父母亲，还有把自己的地呀、也可以照顾得到，也不会说当废墟放在那边。道斯的老家在一座山顶上，有绝佳的视野。当初他与母亲商量了好一段时间，决定利用这样好的地理环境，开发一座不一样的休闲露营区。至于这个露营区的具体样貌与内容，他
他也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方向。我会想要去做露营区，是一方面地会很干净很漂亮，然后再来我自己看得也很舒服，然后我的方式可能会跟一般露营区不一样，其实就是我很希望说我这个这么美的地方是可以让更多的人去看见，然后也可以去分享给大家，当然我也要让来的人可以知道说，哦，原来这边是我们塞夏族，是我们哥斯阿们的祖居地，就是就好像我们都原住民，那有一些人也跟我一样，有自己的地或什么，那我的做法可能就是回到最真的那种状态，那没有很多的电影，也就是我想要营造新的露营的一个气象，对，就是回到最原始的一个状态，这样你才可以真正的享受到你到了大自然之后它回馈给你的感受，你是真的是要取木材去生活去煮东西，而不是插个电然后去煮饭或什么的，那这个生活也都是我们早期的生活，那我只是很希望说传递这样子的讯息，让喜欢露营的人，包括我自己，然后也让我们这个地方更有生气一点。营地开发的过程中，道斯受到许多原来部落朋友的帮助，做建材的朋友提供材料的协助，同行友人提供经营上的经验。当然，他比较苦恼的是经费的来源，创业毕竟都有困难的过程，妈妈也都看在眼里。这个叫我们不要叫露营区啊，就园区啊，不是没有关系，好了你就 OK 了，好了你就 OK 了，啊，然后好了来只有来一个帐篷这样，对不对？不可能的事，不可能。如果这样，那我脑袋给你好不好？哎，我已经想好了，我相信这个电话是。那，啊，你要不要弄咖啡厅？要哦。你看看，我们期待一个不同风格的露营区能出现，在人文。在生态能够给休闲的人们提供一个好去处，每一个部落都有不同的人文与地景，在蓬莱一群人不懈的努力将许多的养分供养给这里的土地以及人们，有一天终究会长出喜悦的成果。矮灵祭歌里面的它有一段叙事文，他说我将要离开，会回到东方，会有海以外的民族进来，你塞夏呢，你不要因为你弱小，然后就失去自己的那个求生意志，你要有黄腾的精神，对自己的文化的部分多加的努力，多加的学习，让环境是营造出来的，让塞夏的文化是可以继续的传承下去。也希望说我们塞夏族人年轻人有机会的话，你想回来，学习我们的文化哈，真的很欢迎年轻人真的回来。蓬莱，字义上就有美丽的意思。来到这里，你可以听到大自然回荡的悠扬，一趟深度之旅，洗涤在都市中的疲倦。我们看到了族群文化的融合，孩子们的巡回演出建立了站在舞台的自信，也看到一些年轻人愿意从都市回到部落，并且愿意承接上一辈所托付的期望，走在自己的土地，你会听到大地的呼唤。